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这是广东清远的一位粉丝朋友，让我给他做一块茶盘。因为年纪比较大，平时也没太多爱好，就喜欢养养花、喝喝茶，要求在茶盘上开电磁炉口，烧茶、泡茶一体，边上雕些金鱼、荷花就行。我们来看一下做好效果怎么样。西不去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去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，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